现在这女孩都喝得出去，真的。哎，这啊，谢谢我锻炼啊，我要身体好。什么叫锻炼？哪儿叫锻炼呢？老了，你们来晚了，真不行了。现在身体，嫂子也说我说你别说了，我有证人。这啊，你看说到哪儿忘了不是？啊，重来吧。刚才是郭麒麟，所以呢，我有一个跟儿子。从哪儿说呀？这就是听相声的乐趣。啊，你干别的哈，你说交响乐、芭蕾舞，你坐底你敢搭茬吗？啊，对吧？人家外国人那交响乐跟这儿，你底下搭茬，保安非给你捆出去不可。这还弄到门口树上捆好，泼凉水打你。哎呦，这是保安吗？这个，但票贵。这还。所以说相声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形式，嗯，我们都是从小学起来的，从小一块长大，这都发小吧。对啊，他是法国人的小孩。又来了，我是法国人行吗？这谁问你？你看还是占便宜。我是个法国人，怎么就占便宜了？就说这个意思，一块长起来的，现在回头看当年上学就跟在眼前一样。哦，那会儿十几岁吧，嗯，曲艺团的学员班，嗯啊，我们这叫团带班。对，就是每年呢，曲艺团各个团，哎，带出一批学生，搁到戏校。嗯，现在叫什么艺术学院、艺术学校。嗯，当年就是天津戏校、北京戏校。对，就把这帮孩子搁到戏校。我们这个名称叫团带班。嗯，就是给团里边带培的这么一个班。对，我们当年都是这个学生出来的。嗯，哎，在那儿上学，那会儿好像都小孩都没多大，十二三。他我高峰，我们仨那会儿一个班。对，嗯，高峰都知道哈。嗯，德云社演员。大高个儿，哎，德云总尿鞋 啊，总尿鞋，总教习什么总尿鞋，总教习戴个眼镜，斯文败类的状态啊。我们仨一个班的同学，他比我们大四岁，嗯，竟然一个班啊。您就说我蹲了四年班是，家里花钱了，花钱啊，没提钱，因为他们家过去跟皇上是本家。又来了，就非说刚才那个是吗？我就爱说那个，不给钱都干。嗯。大小我们仨一个班，那会儿没多大呀，嗯，那会儿他那会儿比桌子高点有限，那可不是吗？小的时候胖，嗯，家里有钱吃得好，足蹦。高峰大高个儿，瘦得跟电杆子似的。他先长个儿。我们仨一班那会儿，嗯，那会儿觉着小时候也没钱，反正特别开心哈。那穷欢乐嘛。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我们老去啊，就拿5块钱，嗯，铅笔、橡皮、尺，那便宜。小玩具是。什么那个一块一块大个的那个，嗯，那个泡泡糖是吧？一堆，还那个皮条糖，嗯，对 对啊，小玩意儿，就是那个拉的那个拽着那个糖啊，反正什么就吃那个豆啊，嗯，豆还吹那泡那个玩意儿，啊，对，各种东西反正一大堆，5块钱带5块钱就去了。是，现在门也没有，没有了，现在都装了监控了，嗯，偷东西去了，跟监控有什么关系？现在物价也涨了，咱们也老了。啊，但是依然不变的是您的风采，嚯，哎，你看了，当年比现在还精神啊。那是啊，那会儿全学校就一个敢抽烟的，就是他。那时候就抽，台上老开玩笑，于谦三大爱好，嗯，抽烟喝。你们说的都不齐，你知道吗？啊，于谦三大爱好，抽烟喝酒打球。哎呀，行行。老这么说有意思吗？有意思，有意思。他们这票里边带着这个，啊，还来一遍，行了，不合适了啊。嗯嗯，这抽烟是真抽烟。嗯，上学那会儿就是一下课，他弄个烟卷站楼道，嗯，就抽，可帅了，嗯，我们都怕他，嗯，比我们大呀。嗯，谦哥，啊，嚯，干嘛呀我这？哇，好帅哦，好帅哦。请教个问题行吗？嗯，说，呵，猪是怎么死的？嗯，你管我怎么死的？谁问我了？这是问我呢吗？这，挺好。嗯，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人都是好学生。嗯，我不行。您不爱上学。哦，上学老师问什么那个什么数学的那个玩意儿，那个英语打死我也不会。哦，啊，什么买菜多少钱，怎么叨叨，完事。是水池子，这池多少水，倒了那池子，啊，撑的吗？这不是吗？我一想，以后我说相声，我哪辈子用上这个玩意儿啊？不爱上学，嗯，也不爱写作业，那是一存这么些个作业，哎，存不爱写。哎呦，不爱写。那天教室着火，嚯，把我美死了，哈哈，太好了。嗯，把那作业拿出来。哦，去你的！
扔火堆里了，扔火堆里边，哼，把火扑灭了。哎嗨，白费劲了。尤其讨厌考试，嗯，一到考试要我的命了，那就要盒钱了。那是我坐当这儿，这边是高峰，这边是于谦。哦，啊，高峰会写啊，啊啊，戴眼镜啊，写啊，人家他眼神好啊，眼神隔着我能抄，看那么远，他那眼神眼神好，哎，要不人家能装手机呢？嗯，这定眼一看就看。这个多快乐，是不是？这孩不挣钱都能干。哎，他定眼一看呢，别提这个了，我都说了不要钱了，就说学习就完了呗。啊，学习学习啊，学习，我不行啊，我没法抄啊。嗯，老师就面对面看着我，就贼着你啊。人家两边怎么抄，抄那题，老师不管。哦，老师抱我肩膀站我对面，好嘛，来写。要看着你写，哎，这好，欺负人吗？嗯，那我也写。你有的写吗？提笔就写。说，儿子出题难，孙子兼考研，哦，老子就不会，退我上学钱。这，哎，解恨来了。哎，老师能爱看我吗？那是。老师老说我，嗯，你呀，啊，哎呀，我就不该把你搁在这个座儿上。怎么呢？哎，这边坐着于谦，这边坐着高峰，嗯，当间坐着你，嗯，俩好孩子让你带坏，真是。你就是他们俩中间的搅屎棍。哎，你还挨呢，把我恶心的呀！合着我是个棍子，哎，合着我们是屎是吗？没有这样的，哦，什么呀？搅屎棍子搅我们俩呢，合着我有洁癖，你知道吗？哎，就听不了这个啊。啊，但是一到下课我还是很开心的。下课呢不学了，那一下课开心了啊！走走走，怎么着？走尿尿去。嗯，这也传伴，上课就睡觉，下课就尿尿。哎，顺口溜了，唯一的一个娱乐项目啊。高峰，嗯，高峰，走，哦，尿尿去。是，我这大高个准确。嗯，谦儿。啊，尿尿去啊！嗨，怎么了？他矮，他那会儿，嗯，没有尿，嗨，对不对？嗯，不去给你打尿了。哎，反正得尿一回。那是，你挑个地儿吧。嗯，啊，叫甭去了，走。啊，仨人一块儿撒尿去。嗯，我站当间儿，你带孩子头，这边高峰，嗯，这边于谦，嗯，我好跟他们斗。怎么斗？跳着半截儿，嗯，高峰，转身儿啊，弄人一裤子。那是，于谦。转这边的尿一脸。哎，我也太矮了吧，我也。他那会儿随和啊，你一叫他就答应。嗯，哎哎，嚯，哎呀，我这不糟践东西。为什么他后来台上口风说话甜，就是，啊，这嗨，这跟甜有什么关系？我糖尿病。哎，这行行，太恶心了，您这挺好。嗯，这是短暂的乐趣啊。回来之后又得上课了，那还得上啊！要是基本功课，我就愁死了。怎么呢？包菜名，八扇屏，贯口。哎，什么反八事儿、正八事儿？嗯，啊，什么白日会？哦，洋方子？嗯，什么升官图？这都得背呀，啊，背去吧。嗯，哎呦，我的天哪！叨叨叨叨叨叨叨，把人烦死。嗯，要是别的课还行，别的什么课呢？那比如表演课这行。哦，比如说模仿这行。模仿还学啊？老师来了，这节课咱们学。学什么汽车？学摩托车？哦，学拉锯，拉锯，就一块玩这个行。怎么个拉锯？来，同学们一起，大伙都跟老师啊一样，这儿拿着锯，假装的啊，无实物。嗯，开始。你瞧，还记得呢。这个高兴，嗯，特别好玩这个。哦，要把手搁谁脖子那儿。开玩笑，痛快，小孩就这个嘛。嗯，要不这节课学动物叫？动物学什么呀？哎，郭德纲。嗯，你什么小狗怎么叫？我，哦，学狗，我就得站那，汪汪汪汪，来这个。哦，高峰。嗯，羊怎么叫？嗯，高峰咩。于谦。嗯，鸡怎么叫？嗯，鸡怎么叫？嗯，他这儿。嗯，大爷来玩啊？什么鸡呀，啊？这是，嗯？我这成熟的也太早了吧，我。就这个开心啊！一会儿下课了，下课了，走，尿尿去，尿频那是怎么着你？没有别的玩的，那么撒尿玩啊？高峰，
老方走尿尿去，等会儿啊，喝点水续上点。哎，好嘛，哎，这是下节课的。哎，走，那我走，得存点，不然到时候打尿了也是事儿。嗯，人家于谦，嗯，等着吧。哦，我拿纸，这我来个大的。嗨，好嘛，攒下来了、一大卷的纸。嗯，那会儿上厕所不像现在似的啊。我们小时候拿我家家都是那个一卷一卷的白的那纸、啊，不那么富裕，没有，就拿草纸裁的。哦，给高峰他们家拿报纸擦屁股。嗨，他爸爸买那个晚报，把那个文艺版剪下来，给儿子上厕所用。干嘛还单剪文艺版呀？学习嘛，就是为了还得看看以后干文艺啊。哦，高峰屁股上天天都是文艺新闻。哎，这好嘛，都印上了。人家拿着一大捆，嗯，一大卷子，带香味的进口的那个卷纸。嚯，哎，于谦，嗯，接手去喽。哎，我这是接手去了，大碉堡去了，我这是。我们俩到那儿，我们结完了。嗯，人家大的呀，啊，人家跟那儿等着。嗯，我们都走了。嗯，他跟那儿显摆这纸。嗯，好香哦。嗨，哦，好香啊。也是没事儿干了。你们谁闻闻？嗯，就有那高年级的。啊，来，哎，是挺香啊。啊，走了，你倒还给我呀？这节课没回来。啊、好，蹲45分钟。下课了。嗯，我跟高峰赶紧救他去。好嘛，怕冲走了呀，掉下去了还。扶着他一边一个架着嘎着窝、嗯、在操场上练走道。哎，这好，都蹲木了，蹲麻了。嗯，这就少上一节课。嗯，再回来上午最后一节课。啊、哦，一般这节课都害怕。怎么害怕？一般这节课学校请的是艺术界的老前辈啊、哦，我们这儿的老艺人。哎，我们那会儿请的就是曲艺界的老先生。嗯，都是80-90岁的那个老头们。对，可厉害了。有能耐，骂人也狠，都害怕。嗯，那会儿教我们的是那黄先生，哦，搞曲艺唱小曲儿的，不小了年纪，那年就91岁了吧？嗯，黄先生姓黄，对，毛片的那个黄。哎，那去去去，没有这么介绍人的。好，黄先生一来，校长、主任、班主任都跟着，啊，都听，都跟着，坐了最后一排，那儿伺候着、嗯，老头在前面给来一凳子，哦，坐着，91了，嗯，脸上皱纹堆垒，哦，这胡子在这儿跟齐白石似的。嗯，眼睛有神，嗯，说话特别亮，搞这个的都怕他，嗯，都怕了，哆嗦着，嗯，老怕他叫我们回答问题，叫吗？嗯，这节课把上节课的那个小曲儿复习一下啊，我这是要复课，心都在这儿了，啊，哎，各位叫啊，什么学生，各位叫我呀，各位都害怕，啊，把头看。于谦上来就叫我头一个，嗯，我至于这么害怕吗？我黄先生看看吧。嗯，来电话了。什么来电话？哪儿就来电话了？那会儿还没电话呢。没电话废话，你从来像话？哪儿就从来？于谦，您按词儿说。跟刚才一样，嗯，站好了，嗯，我在船上呢，嗯，你有样吗？哎，这说站有站样，坐有坐样，对，你跟你哆了哆嗦干嘛呢？嗯，你这个状态怎么就好像上厕所人把纸片走了似的？这是唱曲儿的，是算卦的呀？这个，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他把上节课我教你的唱一遍，嗯，哎，是先生，嗯。烛影摇红雁，透纱窗，雨后住了，咱、啊、不让唱了。唱的什么东西？嗯，不用功的玩意儿、嗯、啊！哼，唱的还不如我孙子呢。这叫什么话？你说老艺人旧社会过来的，就这样。嗯，也没人敢说别的。嗯，骂你就听着呗。嗯，唱的还不如我孙子，但是于谦并不觉得丢人。我干嘛呀？这我们10几岁，他91了。哦。他跟他孙子是，他孙子50了都。好家伙！啊，我们一点都不丢人、嗯、啊！于谦很开心。我也不至于开心，我干嘛挨句骂还挺开心呢？坐下了。嗯。高峰。倒塌了。你看，这就是拿我纸那个。你看。谦儿。嗯。唱。烛影摇红雁，住口。也拦住什么东西？嗯，唱的还不如我儿子呢。高峰看看于谦，乐了。哎，
他是乐了。嗯，我这心都到这儿了啊，这藏也没用。郭德纲，你瞧，先生好。嗯，先生一拍桌子，嗯，嘿，站起来。哎，整个屋没有敢搭茬的，那是都傻了，校长都傻了。嗯，啊，老头站起来看着我，那眼睛跟刀子似的。嗯。请您唱一段。哎，这什么老师啊？这这老师太贱骨头了啊！受累，谢谢。哪儿就受累啊？朱英要出口，还是拦住了？唱的还不如我爸爸呢。哎，这嗨，这老师跟你一块占便宜。嗯，这节课完了。嗯，送先生走。嗯，班主任还得训话呢。他们说什么呀？黄先生走了。嗯，我得批评你们啊。怎么着？得用功。哦，听见了没有啊？嗯。这个有的同学表现很不好，尤其是郭德纲、嗯、高峰、于谦，你们祖孙三代，哎，你给练的这个、啊、谁给练这个？你们得在意点，好好练啊。嗯，高峰昨天吃冰棍了吧？是不是？吃冰棍怎么了？不许吃冰棍啊，嗓子坏了啊。哦，于谦那个吃饺子的时候吃辣椒吃太多了，不行啊，都不让吃那个，这都拦着，怕嗓子坏了呀。嗯，酸的不行，哦，甜的不行、嗯、辣的不行，咸的不行，都不行，太烫的不行啊！我们班主任啊，大米饭都拿剪子把两边尖儿绞了去，这也太细致了吧！后来班主任饿死的。哎，嗨，这你这么吃没个不饿死。哎，现在回头想一想，多亏先生们当年对我们的教诲。是，当然你说我们跟先生们比，差之万倍啊，晚不如。朱砂没有红土为贵，嗯，包括保护嗓子，跟人家能比吗？保护嗓子有方法吗？当年有一位刘宝全先生，嗯，那是古界大王啊，那是唱京韵大鼓的前辈，嗯，人家这一辈子为了嗓子连肉都不吃，哦，全素，偶尔说馋了炖点牛肉，嗯，把肉搭出去，拿那汤烩菠菜吃，还是吃青菜，哎，睡觉前大个的鸭梨、嗯、雪花梨切一片，嗯，含在嘴里面，哦，这是干嘛呀？这一宿吐出来之后，早晨看这梨是黑的，嗯、这黑的是肺火吸出去了。这就讲究，为了嗓子，咱们做得到吗？嗯，我试过，吃这梨，睡觉前来片梨啊，嗯，哎，这这不行啊！后来我说、嗯，干脆我就一个是多准备点梨啊，我来这几斤是吧？啊，第二一定得找一个人呢、啊，坐在我床头里看着我。哦，哎，我要是吃了呢，他给我续一片啊，这还往里续啊，这时候得辛苦点啊。我后来跟他媳妇说，啊、我说你别睡觉，干嘛非跟我媳妇说呀、啊？你找你媳妇儿去，他媳妇儿不答应，我看跟我媳妇儿说吧。看着啊，嗯，弘扬民族文化，啊、是吧？振兴戏曲事业，嗯，我一嚼了，你给我续一片，好吧？哎，买了五斤梨，五斤呐、啊，这么大根儿大梨、嗯，买五斤，切成片儿，嗯，码一盘子，嚯、哦，搁在那儿，嗯，我睡觉，你看着我啊，啊，咋没了？嗯，早晨一睁眼，嗯，没有啊，没续啊，木有啊，啊，嗯，你怎么回事啊？嗯，弘扬民族文化。就是，振兴戏曲事业，那怎么不续呢？你点正能量都没有啊！啊，你怎么不给我续呢？啊，嗯，怎么没续啊？啊，续没你吃的快啊！三分钟五斤梨就下去了，好家伙，我还饶进半斤饼去。哎呦，手要是不快，连戒指都没了。好的，这是抢劫来了。嗯，哎，现在回头一想啊，嗯，当年先生们的教诲对我们受用终生，没错，是不是？那会儿在学校里边挺好，嗯，想学京剧了、嗯，有没有相声里边《黄鹤楼》？哦，哎，就这类节目涉及到京剧了，嗯，送我们上京剧团，哦，代培，哎，送到那儿学去，嗯，到京剧团他如鱼得水，怎么呢？人缘好，哈，我们俩一到京剧团，好家伙，都认识他啊，拉大幕的、扫地的、卷台毯的、弄布景的，啊，后台负责叠衣服、烧开水的，先来喽，跟我好着呢，一块儿喝酒聊天，给烟卷抽，是是是，我就完了，这都不认识我，哦，我一去了就是那个什么。唱丫鬟唱小姐的青衣啊花旦啊大姑娘小姑娘四十来人围着我哎呀烦的呀我也其实挺想烦一烦的你这没人围着我嗯嗯这就不一样不一样、啊、是不一样那会儿还小那会儿还小、嗯、啊反正想学评戏了嗯送到评剧院哦哎这么有帮子就送到帮剧团嗯那会儿确实挺好如鱼得水、嗯、长能耐学了不少是传统文化是互通的嗯啊很多剧种很多故事它其实都有嗯，你比如说拿《玉堂春》来说，哦，三堂会审《玉堂春》是曲艺有，嗯，相声有，哦、京剧、评剧、梆子都有，都唱。哎，说的是明末的这个名妓啊，嗯，苏三与唐春，嗯，跟王三公子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哦，
有啊，这个传唱多少年了？嗯，嫂子爱看这个戏，我媳妇儿看完感动，哦、我要当鱼塘春生。什么目标啊？这是，哎、就好好戏。哎、啊，杜十娘，嗯，曲艺有，哦，京平帮都有。对，哎、啊，名妓杜十娘跟李甲从良，后来被害、嗯、死了。嗯，嫂子看这哭的呀，哎、嗯，要当杜十娘。看这，嗯，嗯还有那个擂鼓战金山，啊，梁红玉。哦，梁红玉哎，也是名妓，后来从良嫁给了韩世忠、嗯，两个人打仗。哦，嫂子不爱看这戏，为什么？从良干嘛呀？啊，从良倒不行啊，什么追求啊？他这是一个工作不能坚持到底。哎，行行行了行了、嗯，不行，不爱看这个，换点别的吧。啊、嗯、啊、还有一个独占花魁，独占花也是妓女。哎，嗯、那个你有点意思啊？什么有点意思？独占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哈、啊。嗯嗯，曲艺、评书、哦、单口相声，嗯，什么大鼓、嗯、太平歌词、京剧、评剧、梆子、越剧、黄梅戏，哦，也都唱，那、嗯、都属于这一类东西。嗯，花魁不是说名字啊，这人称为花魁，嗯、花中魁首。嗯，是当时宋朝的一个名妓，有自己的名字呢，叫姚琴。嗯，姚琴姑娘在那个特种行业里边呢，算是出类拔萃的。别提特种行业、啊、人称叫花魁。对，有一个卖油的小男孩看上他了，哦，卖油郎嘛，嗯，叫秦仲，嗯，秦仲喜欢他，后来两个人通过交往，嗯，怎么交往呢？据说这进人家那个单位啊，一气得花多少两银子。对，可那卖油的孩子没钱啊，嗯，存了好几年，存了这点银子、嗯、去了，赶上姑娘喝醉酒了，哟，就这一晚上这小伙子跟着坐了一晚上，嗯，坐在那儿就发愣，这屋里雕梁画栋怎么那么好啊，这儿摆着一大香炉，他就守着香炉坐着。嗯，香炉里边冒着烟，叫龙涎香，好香。哎，龙涎香就是海里的一种类似鲸鱼似的东西。嗯，他吃完东西不消化，通过大肠内的分泌物包住了、嗯，再排泄出来，在海水里面飘荡多少年、几百年、上百年，捞出来之后拿那个做香，哎，异香扑鼻。嗯，过去是进贡给皇上的，嗯，所以有这个香，那都不是一般人。嗯，因为那会儿宫里也有人来到姑娘这儿来，所以带来的龙涎香、嗯。这个卖油郎秦仲呢？坐着看着香炉往外飘着烟啊，浮想联翩，就这一晚上姑娘跟那儿喝多了，一会儿又吐了，一会儿又哭了，他照顾着，天亮了姑娘说这是个好人，后来两个人终成连理、嗯、这么一个故事、哦、啊，那时候我们都学过这个戏啊，独占花魁挺好，这个啊，嗯，就是咱们大过节的热闹热闹，我给你们唱两句好不好？好、啊、哎，这来着，我们请于谦老师配合一下好吧。哎，我可不会唱、嗯、你不要紧的，你、嗯、你这样，我来这个卖油郎啊、嗯、秦仲在评剧里边呢，这是小生。对，你来这个花魁，我还花魁你花中魁首，我不别别，我来不了。你来这个有技术的女人，好吧？哎，行行行，没有那技术啊。你来不了，我不会。这场戏你一句词儿都没有，那作配也不行。没有作配，喝多了躺着睡觉，什么作配？那也不成，你这对你这样，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我跟这发愣，看这大香炉，你就来这香炉。这香炉怎么来呀、啊、我在这儿听着，桥楼上一更了，二更了，三更了啊，不同的更有不同的唱。哦，这香炉冒着烟带领我浮想联翩。哦，你就跟这儿来，这香炉一冒烟就齐了。我冒烟，我哪儿冒烟去啊？我你看看，于老师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对吧？你可以抽烟吗？你点一根，你跟这嘬往外吐就行啊，这就代表香炉了，代表。你看你带着烟了吗？我、哦、这烟倒是常带着，嗯，这有、啊，不是真抽啊，是怎么着？可以啊，你看啊，我真带着的啊。等等会儿，等会儿，咱说明白 啊。你就我一说开始，你就跟着点烟。哦，你就是那香炉啊。哦，这叫香炉。哎，三更天唱完之后，你得醒过来搭个架子就行了。怎么个搭架子？没事，你到那就会了啊。哦，我关键我们有乐队，把乐队叫上来，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好吧？好，嗯。哦，这回热闹了。哎。来，拉弦的小孩过来。哎，都叫你呢。来，来过来。上这儿来，上这儿。我得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徒弟，嗯，也是我干儿子，啊，在这个说相声的后台，他的艺名叫陶云盛，云字科的。你看，岳云鹏、栾云平啊、闫云达、陶云盛，他是云字科的啊。他本名呢叫陶阳，嗯，就当初你们都知道那京剧神童陶阳就是他。大家好，长大了。也会拉弦儿，也会说相声，现在挺好哈。嗯，这在家里边管我叫爸爸，他嗯就干爹啊。对，我是谁呀、啊？您是我爸爸。哎，你是谁呀、啊？我是您儿子。他是谁呀、啊？我大哥。对，谁？我们两个人呢？一家团聚了，今天。哪儿跟他一块占便宜拉上？我大爷，我大爷，大爷啊！这个
今儿拉弦你也会是吧？拉弦我也会，京呼也行，板呼也行，嗯，就是京剧、评剧、梆子，什么北京曲艺剧，他都会，都会，能说能唱，你这是材料啊。对，嗯，您今儿唱一，我今儿来评戏，哦，咱们来独占花魁啊。哦，吃饭了吗？吃了。正月十五得吃点好的。吃吃好。吃的什么呀？窝头。哎，应景啊。应什么景啊？那个吃点好的。好窝头。吃点贵的。贵窝头。吃点露脸的。露脸的窝头。哎。这么给徒弟吃的早晚也得退出知道吗不是你就把这拿下我给你充充电这不是怎么走这就开始是怎么着、啊、那个弹三弦的也是我徒弟啊介绍一下吧哎这三弦这叫这个周九良哎、啊、嗯我徒弟嗯也说相声也弹弦还有这个吹箫的这个孩子呢、哎、这个吹笙的笙管笛箫哦不是一个东西啊多新鲜吓我一跳啊、嗯、王鹤江我徒弟嗯来吧于老师被香点上吧啊这香炉就算冒了说相声那么些年没见过台上抽烟的、嗯、哎这回咱们头一次啊那是来吧开始啊开始吧列位你们算来着了啊哎香气扑鼻还行了可以了、嗯、够巧的了啊来吧准备好了吗来吧来开始来耳听桥楼一更梆，烟花园困住了秦钟卖油郎，花魁酒醉牙床上，好似杨飞醉卧在龙床。无奈我在楼上等，耳听敲楼二更梆，光华八仙桌四个盖碗一壶茶一壶暖茶温在手姑娘醒了好喝茶我在楼上寻方便姑娘醒来把话答闺女酒醉她起不了身来满头珠翠床上来滚一样样拾起来放在梳妆台伸手掐住描花碗再叫姑娘细听我明白姑娘你倒是醒了无忧啊大爷来玩了去去去大爷抱着东西过来诚惶诚恐是来听相声就得了嗯花那么多钱买票还送礼啊真是实在是愧不敢当
是那、啊、这北展门口好几家卖花的，他们说屋里都供着我的相片。好家伙，卖花的祖师爷啊！我救活了不少卖花的啊！谢谢各位。嗯，为什么老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一点都不假。嗯，拿我们当亲人这么捧是。其实您也都知道，咱这么些年了，嗯，我还是那说相声的郭德纲是啊。嗯，因为我们在一块儿，就这么些年来啊，尤其是我们哥俩。先等一会儿啊，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别往我这比划一下，行不行？多别扭。不用介绍，这没有不认识的啊。啊，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哎，这表脸像话吗？什么？这在网上骂人的词儿。没事，少上网啊。这没听说过，叫表演。表演艺术家。别写艺术家，谈不到，谈得到。啊，早晚您也是一代宗师啊！我是狗啊，是怎么着？怎么说？一代宗师，一代宗师，啊、不敢这么说。这都是车震一时的好演员。什么词儿啊？您什么车震一时？怎么说？名震一时。明天去，明天。哎，这嗨，今儿冷是吗？哦，什么呀？车里没暖气。不，这名震一时，名震一时啊！嗯，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啊，快半辈子了。是。没有别的手艺啊，对，就会说相声，小学的这个。但是实话实说啊，嗯，岁数一天一天大了，嗯，真的，你不是说二十来岁那会儿啊，当年小孩的时候说相声不知道累啊，可那年轻啊，站台上怎么说都没事，嗯，一个钟头俩钟头假的一样。是，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这岁数大了，连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怎么说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对，谁说的？什么意思？这是真的啊？哪儿这话？所以咱得好好的说啊，对得起大伙儿的每一张票钱。是啊，嗯，为什么我跟谦儿哥能合作这么长时间？嗯，首先说这个行业很独特。哦，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嗯，但也是最难的。这怎么说呢？有没有这个桌子一样说相声？哦，有没有这个大褂都无所谓，这是服装，带着嘴来就行了，就说简单。嗯，但说好了不容易，哎，这得下功夫，因为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拿手一指，这儿有一冰箱啊，嗯，你一定得相信这就是一个冰箱。哎，我们这是无实物。电影不行，电影里边哇，这一冰箱，你能把电影院砸了？那是它得有道具，它那个是直观感的。嗯。我们简单抽象，一比划就行。嗯，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矛盾冲突、喜剧节奏，嗯，都是一张嘴说出来的。对，当然这个东西也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哦，没有办法。嗯，故事第一就说是我的，嗯，第二就得说他的事儿，嗯，第三就说他们家里人。嗯嗯，我占俩这玩意儿，那怎么办呢？嗯，说相声五门功课吗？啊，说学逗唱还有他家人。哎，没听说过。不能说别人呐，哪能说别人呐？别人不行吗？只能说自己。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快的速度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哎，这快。你以为我站台上天天的，哎呀，谦儿嫂如何如何，嗯嗯，谦儿的儿子如何如何，你以为我天天说他我那么开心吗？啊啊，你就是这么开心啊。这我都瞧出来了，这老这么鼓励我，这是鼓励吗？这个别人不明白，您应该明白。嗯，您是干这个的，说相声的吗？你是说相声的，你应该理解这个。嗯，为什么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你？是啊，因为你挣的这份钱。对，这倒是。嗯，我打小说相声，捧哏出身。嗯，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啊。嗯，外边换谁谁上来，郭德纲他媳妇如何如何？哦，郭德纲他爸爸怎么怎么着？嗯，那词儿就这么设计的。对，谁来这活谁就应这个，这捧哏嘛，跟唱戏一样。嗯，九十岁的一老艺人，嗯，老艺术家九十了，嗯，上台他唱小生的，他在台上也演的是个孙子。对，他没胡子。你不能说他都九十了，你们不尊重他，他挣着那份钱。说白了就是这样。六岁的孩子，嗯，唱老生，六岁一小孩上台带一胡子，他演的是个爷爷。嗯，你那哪说理去呢？嗯，对不对呀？什么叫艺术？嗯，艺。说的是我的能耐，嗯，术是把这能耐卖出去，哦，这叫术，这搁在一块儿，这叫艺术，嗯，对您来说是个乐趣，对我们来说是个饭门，嗯，就是吃饭，剃头修脚，说相声，种菜，嗯，上非洲当个皇上，嗯啊，就这么简单，嗯，
当然了，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能跟谦儿哥合作，我之幸也。您客气，真的，我们哥俩合作半辈子了。嗯，真的，实话实说呀，要是没有他，我这相声说不好。那您太过，实话实说，这个人家的成长环境，整个人的素质方方面面，高我们一头。您怎么那么客气？真的，你包括你上家看看，你真实的接触一下什么谦儿嫂，包括于老师的父亲母亲，你会觉得，哎呦，人家这个家庭这份儿，不接触我呀？哎呀。接触那几个人你就知道为什么谦儿哥忠厚长者，哦，从小家庭环境方方面面，你又捧我，谦儿哥我熟悉他啊，三岁习文，四岁学武，五岁胸口碎大石，这练这个，二十岁参加工作，嗯，哎，我五岁胸口碎大石，二十岁参加工作，嗯，中间这几年呢养伤啊，我跟大石们谁碎谁呀，我们。谁碎谁都行，就没听说过良好的家教啊！真的啊，嗯，谦儿哥的父亲，嗯，那个老爷子这份儿是，说句实在话啊，嗯，我瞧见他父亲，我总是毕恭毕敬的，就很尊重。老爷子也见过大世面，嗯，享过福，受过罪，是不同的时候经历过不同的事情，那经历太多，那一辈子就是一个百科全书。百科复刻，说清楚了，说清楚了。百科那叫什么？百科大百科复大百科、嗯、大全百科全书吧？您就大爸全书了，真的。哎，这好嘛，全书的复刻上了，不是啊？出的那个书叫什么啊？就叫百科全书，他爸爸四个字儿，大百科全书。哎，对，说不清楚了。就这老爷子真是啊，啊，享过福。嗯，当年家里边嗯有条件有身子，享过福。是青年时代自己创业受过罪。那倒是，老头什么活都干过。嗯，你想象不到的事儿，多龌龊他爸别。哎，什么叫龌龊啊？多窝心的活他也干过。他干过什么呀？他哎呀，卖力气，哦，卖苦力，卖苦力也去。嚯、哦，原来富家子弟，说这卖苦力，卖苦力也行。他挣钱吗？为凭自己这膀子力气挣钱吃饭养活一家，他也是有志气。那个大楼，嗯，掉到外头给人擦玻璃，就现在咱们叫蜘蛛人呢。啊，是吧？那会儿没有，那会儿他爸就反正就一只猪呗，是吧？啊，一只猪个，不是一只猪，这个蜘蛛人就掉在那儿擦玻璃大楼外头。当年哪有那个词儿去啊？他爸爸就掉在外边啊。哦，哎，对对，一只王八这是，就在外边擦嘛，那叫擦玻璃，大玻璃啊，一个手就行。运高，运高还干这？平时他爸爸站着都运高，一定坐着。没听说过，一站起来就吐，你知道吗？好家伙，这么些年还没习惯，知道吗？啊，还能擦玻璃。吊上了挣钱，就为这钱养家糊口。嗯，当然后来他擦玻璃也自己找寻快乐呗。这能找什么快乐？那你怎么炼钢工人都这么喜欢炼钢吗？哦，纺织女工都喜欢纺织吗？也是工作，但是如果工作跟兴趣结合在一起，那就是老天疼你。这倒是，他爸爸开始擦玻璃，最早是谋生，到后来挺喜欢。这就干一行爱一行了吗？你看，都说高处不胜寒，掉在半空中，嗯，微风袭来也挺开心。哦，找擦擦玻璃哈，嗯，挺好。嗯，哟，什么呀？擦太干净了，就看见人屋里头了。哦，有一大姐换衣裳。哦，他看见这个了。大姐一丝不挂。嚯、哦，一丝不挂换衣裳、哦。你爸爸在这儿。嗯。嚯、哦，大姐一回头，呜。全看见了，四目相对啊！这女的急了，是啊，这流氓俩字就要喊出来了，喊、啊、他爸爸急中生智啊！看什么看？嗯，没见过擦玻璃的啊！嗨，这谁没见过呀？这你这玩意儿反应快就是有好处。为什么谦儿哥台上反应那么快？慢点吧，跟那没关系。没看过擦玻璃的吗？跟那没关系。咱们听了。哎呦，这太棒了，这个啊啊，老头值得学习，就这个呀？那当然了啊！你听着是笑话，平时台下他父亲啊，嗯，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说笑话，不说笑话吗？爸爸就不苟啊，不苟，是多新鲜！什么叫不苟啊？不是有一词吗？不苟言笑吗？啊，对，您把后面那俩字说出来呀、啊。成语不是也可以简单的说吗？对，就这词儿不能这么简单。哦，我以为可以切一半说呢啊。他爸爸不苟言笑，嗯，特别认真。见他爸爸就怕的都不行了，是吗？他也是怕他爸，
那是那会儿他爸爸蹬一自行车啊，驮他上学去送我。他那会儿小啊，啊，这脚别在车轱辘里边了。哎呦，这多疼啊！要是那个庸庸碌碌的家长，嗯，就得下来。儿子怎么样啊？疼不疼啊？哎呦，我的儿，庸庸碌碌的家长，这叫庸庸碌碌。哎，我爸爸呢？他爸爸，哼，这卡住了，就知道卡住了啊啊，连头都没回，怎么办呢？站起来骑。哎呵，哎呀，哎，行了行了，我活这么大不容易啊，我这。站起来骑，厉害呀！啊，多可怕！我听着都可怕呀，这玩意儿。嗯啊，这都小时候真事儿。嚯，好！那会儿一个学校，嗯，公认的好学生。是啊，我那会儿要考个65分，嗯，我就美死了。哦，要是65分，我爸我妈带着我上庙里还愿去。我靠，至于不至于？哎呀，65，谢谢老佛爷保佑啊！及格了吗？高兴。啊、他考99分都不敢回家。也是残疾人要强，我这脚都没了，我这胸口还碎着呢，这活不了了，我这啊，嗯，你比张云雷那可散得厉害，怕你溅我一身啊，99分不敢走啊，就是都放学了，我们这65、62、64的，嗯，我们这都打庙里边庆祝回来了，嚯，嗯。他这个99，眼泪哗哗的，就差一分，不敢走。嗯，我说那你得回去啊，是得回家呀，眼都哭肿了啊，拿着张考卷哦，回家。嗯，到家门口，他爸爸正遛狗呢。哦，门口遛狗。哎，遛那狗。嗯，回来了，回来。这么横，考多少分？嗯，看了吗？99。嗯，老头急了。哎呀，这拉着狗呢。啊。什么意思？这是把这狗抡起来砸脸上，好家伙，这狗招谁惹谁了？这个连人带狗都懵了。关键是这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你打那儿起，邻居给他爸爸起个名叫什么呀？中华田园人。哎，没听说过，哪有这名字呀？这样的。成长经历啊，他能不出好样的吗？也没什么，可以了，是吗？可以了，嗯、拿我们当亲兄弟啊，咱们关系好。我啊，高峰，嗯，我们这都一块长起来，师兄弟吗？那会儿那个曲艺团有那个培训班，是就搁在戏校里边，因为戏校给那个文凭，嗯，哎，把我们都搁在那儿，是给曲艺团代培的学生。对，我们那个班同学，嗯，他比我们大4岁。对，竟然一个班，嗯，您这意思我蹲4年班是吗？哎，打小在一块儿，真是跟亲哥哥一样。嗯，喝茶，嗯，人家花钱。啊、哦，嗨，就别提。喝酒，啊，人家花钱，有就花呗。吃饭，嗯，人家花钱，该应该，哪怕去那个地方，也是他花钱。您先等一会儿吧，去哪个地方？新华书店。哎。好家伙，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是吗？啊，你叫聂个地方？嗨，您说这别扭。哎，就是拿我们当亲兄弟是一样的啊。家里也真有钱是真的。哎呀，谈不到，真的。好家伙，我们用 BB 机，嗯，看见了 BB 机啊，嗯，看见了。啊，这说着就用上了。哎，人家用大哥大，嗯，是吧？后来我们用手机，人家的手机永远比我们先进。啊，就买的好的啊！我们后来还用翻盖的那个啊，人家已经用苹果的了。哦，对了，苹果半啊，苹果半还没到苹果一。哎，这嗨，太早了啊！嗯，人家反正永远赶在我们前边。嗯，到后来人家那拿指纹开锁，我们都新鲜。哦，啊，哟呵，人家这手机怎么了？不懂，谦哥拿指纹开机啊，划一开，我们都没有。嗯，再后来我们也有了，我们也用指纹开机，那就人家换脚了。啊，嗯，拿脚开机，拿脚开机，哦，大冬天，嗯，谦儿哥出来了，哦，皮帽子，围脖，皮大衣，嗯，皮靴，呵，拿着手机，嗯，这一出来，叮咚，来电话，嫂子来微信了，嗯，怎么着？你先等会儿啊，我要干嘛呀？我这。你这把这脚露出来好开锁呀！我把脚露出来，连大衣都得脱了。
里边是连身的紧身的内衣啊。好家伙，我这毛裤啊，我也算内衣外穿了，都脱了，秋裤啊，裤衩都脱了。好家伙，就是鞋没脱，感觉脱鞋，脱了袜子，嗯，拿过这手机来，这开机了，这外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呢。嫂子微信，回来吃吗？不回来啊、哦，我再穿上。好，这个费劲呢，我还是回去吧，要不十分钟啊，都穿好了。啊、叮咚，哎，行了，行，我换一手机比什么都强。嫂子，在哪儿吃？外边。哎，得，叮咚，哎呀，对。早点来吧，就是这么有钱，这叫有钱吗？您说有钱、啊，不光有钱，嗯，而且这个人重情，这是最主要的。这点随他父亲是吧？据传说，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啊，只要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女人就爱，这叫重情啊！哎呦，他随他爸爸这点，我也这样。好，八岁，嗯，就爱上了他的表妹。嗨，喜欢表妹，表妹叫绿茶啊，绿茶婊啊，少来这套啊，这词儿我们懂。表妹，我好爱你啊。表妹说，不行，怎么？第一，你是我表哥，哦，我是你表妹，咱们不能结婚，这叫亲关系。第二，我的志向，您什么志向？长大后我要嫁给王子，你瞧，我要嫁到国外去，哦，还要远嫁他乡，嫁给王子，你瞧瞧。我有预感，怎么就预感？我一定会嫁给王子，就有这志向。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拿得远，哦，这是一个老讲究，也不是谁传出来的啊。拿筷子，说拿得近，嗯，就嫁了家门口，就守家。越远啊，嗯，说嫁得越远。嘿，对，有这么个说法。表妹两根筷子接着一块吃。哎呦，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嫁给炸油条的了。哎嗨。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没跟表妹成，那是啊，跟嫂子成了，那我们俩这不是成家了吗？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老话说的对，跟嫂子好了都不行了，这我们有感情基础。刚才在后台换衣服啊，脱了裤子换这条彩裤，嗯，我一瞧，哎呦，怎么，跟嫂子穿情侣裤衩？啊，你先等会儿，来，等会儿。你怎么知道是情侣？我胡说八道！我是听高峰说的。嚯，好家伙，嫂子疼人啊！真的啊？我实话实说呀。我那个亲嫂子，不如谦嫂。嚯，真的，有时候打门口一过哈，起来，起来，谁呀？这是起来，你看，你这会儿，嫂子，起来，起来，啊，谦哥呢？嗯。走了，快快，哎喂嗨，我说这么偷偷摸摸的呢，什么意思？进来了，什么事儿，嫂子？进来吃豆腐来，快来。对，吃什么豆腐？他会炒菜做饭啊，这儿吃饭来。嗯，炒一盘麻婆豆腐。嗯，弄了一根金华火腿。哦，这是上好的花雕，把它蒸完了，切成片吃。嗯，嫂子，这是什么呀？有一腿啊。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这个。你们就不避讳点儿，疼兄弟呀，疼兄弟，什么叫有一腿啊？来，你喝着酒啊，嫂子给你包饺子吃。你瞧，小铜锅，吃十个煮十个，你吃这新鲜劲儿。我吃饺子有毛病啊，这饺子一凉了就不吃了，不烫嘴不行。捞出来搁到盘子里，只要鼓肚行。哦，热呀啊，一会儿凉了，一看不鼓肚了，饺子我就不吃了，泄了气儿。我们家人都知道我这毛病，吃十个煮十个。好，一小铜锅，嗯，嫂子这儿。你喝了酒，嗯，包啊，你听过那句话没有啊？什么话呀？好吃不如饺子啊！就你就让他赶紧包，赶紧包，一会儿我还回来呢。什么意思？这是好吃不如饺子啊，好玩啊啊，不如包饺子。哦，你吓我一身冷汗啊！你还吓我一身冷汗呢。这些年来，人家两口子说句良心话，针插不入，水泼不进，这话倒对，好的不能再好了。嗯，当然，啊，这个怎么了？
反正是猫都偷腥啊。谁呀？于老师明着这个绯闻从来没有过。废话嘛，按着也没有过呀。小插曲是有的。哟，你看，你看这底下好期待哦，就等着听热闹呢。这个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啊？您打算说什么？这也说，这今年没事啊，今年真没。哎，去年有事儿是吗？去年也这会儿，我看是去年封箱前后吧。啊，后来后台一提这事儿，就乐得都不行了。怎么了，谦哥啊？上午大家出来年下了嘛，说买点这个年货去。嗯，又打他住那小区这儿出来，往外溜达，肚子疼，闹肚子了，肚子拧的不行不行。吃错了东西，肚子疼。我跟列位啊，这个东西人有三急，嗯，尤其闹肚子是最难，嗯，他也不像说憋着泡尿，哦，因为那个俄国大诗人约瑟夫说过这么两句话，说什么呀？憋尿能行千里，拉稀寸步难行。这谁说的？这还俄国哪位说成这样的？约瑟夫，哎，行，岳大爷说的啊，哎，哪儿拎的？于老师突然间肚子，哎呀，啊，疼的不行不行的，嗯，脸都黄了，哎，疼的，脸好屎黄色，哎呀，哎，好，拉脸上了是吗？你这什么脏？废话，你什么形容词儿这是？啊，反正难受呗。啊，一回头，他在楼群里边啊，旁边这儿呢，一楼嘛，嗯，这边的房子一楼带个小院，嗯，哎，想上人一楼借人厕所，赶紧。挨着就是一个一楼的小院儿，嗯，门呢虚掩着院门，嚯，门上挂着牌写俩字儿，写什么呀？情人。你瞧，于老师，哇，嗯，屎意全无，嗨，就别这么文绉绉的了，你是不是给我挂的呀？啊，没别人，就是我呀。是啊，去呗啊，推门进来了，情人来了，进来，把门关上，一回头，嗯，院里边。卧了一条狗，哟，一人高的狗啊，嚯，正嚼铁链子吃呢。好家伙，什么牙口这是？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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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连嚼再咽，嗯，谦儿死的心都有了，那是多瘆得慌啊！咕噔就跪下了啊！就这会儿，人家本家出来了，嗯，你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啊，走走走走走，轰走吧，走走走走，嗯，家里出了人，拽着铁链子给人弄走了，赶紧，好，你命真大，是啊。这玩意儿剃毛之前叫狮子，哎，好家伙，那就是狮子，干嘛还剃毛之前呢？这你们家真缺德啊！啊，那写上点儿，你门口干嘛挂个牌写着情人呢？对呀，知道有狗吗？啊，怎么叫情人？渗入，哎，我这什么文化程度啊？我这是，你把于老师气死啊！啊，拧着疼啊，推门出来了，站在门口正运气呢，嗯。这是一楼的小院，嗯，紧挨着就是进楼道那门哦，打那里边出一女的，哦，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啊。于老一瞧啊，嗯，真漂亮，呵，当时就愣了啊，哎呦，似这样美貌的佳人世上少见，如花似玉赛过天仙，素口满腰风月可见，压倒天下的女婵娟，暗想到此处不是蟠桃宴，却怎么月里嫦娥离了广寒，天上人间，嘿，我还有心思唱呢，好开心呐！嗯，哎，嗯，别这样，女的，哎，你是那个，嗯，于，哎，这什么来着？对，于谦啊，我是于谦，哈喇子都出来，我至于这么馋得慌吗？我叫于谦，你还别不信啊。你看我的身份证，哎，叫犯不上。手机啊，我手机号是139，都跟人说了。哎，你看，我开机，你看，你别开机，你等一会儿。什么？我还没换呢，是怎么着？我这，你看，这是我微博的登录密码。啊啊，这是支付宝的密码。我跟人说这干嘛？你看，都是我的，这我们家相片。你看，你看，这还行了。哎，那个，跟你说点事儿。怎么着？
能上你们家拉个稀吗？哎嗨，真泄气这玩意儿。于老师，我的荣幸，快请快请。什么叫荣幸啊？你请于老师上家啊，坐电梯往下18层。哎，我地狱里头啊，往上18。往上啊，您得推门啊。到了，于老师请。啊、哦，一进门，哎呦，怎么着？18层，阳光明媚，那高啊！人这屋里边啊，装修的 啊，嗯，落地的大飘窗，哦，全是玻璃，就这几面墙啊，都是大窗户，哼，从底下到上面，通天大玻璃，多赫亮！阳光明媚，这屋里边亮堂堂的，嗯嗯嗯，哎，于老师，嗯，那个洗手间在这儿，您方便一下吧？哦，哦，谢谢谢谢谢谢，嗯，进厕所去吧。这厕所装修怎么样？四面玻璃。这是按厕所装修的吗？这个当间一马桶，对，我坐野地里拉屎去了，嗯，脱裤子坐马桶，嗯，四面啊啊，大玻璃，女的搬小凳坐在门外边，啊，俩人发微信，啊，就别弄这事儿了，都这样了，你进来不进来两可了，那就，啊，于老师您真的很平易近人，嗯，那是于老师，谢谢啊，嗯，不好意思啊，于老师您的表情好痛苦啊，多新鲜，是我正在使劲啊，嗨，我们俩要没得聊就出去吧，这30分钟啊，于老师方便完了，嗯，擦完了提好了，冲水啊，开门出来，哟，你怎么在这儿啊，啊，假不假呀，这样于老师快来，您坐会儿聊会儿天 啊，哎呦，我特别喜欢听您的相声，没想到这么荣幸您能在我们家拉一个，嗨，哎，不加事，熟了以后会常来常拉的。哎呀，哎呀，谢谢你姑娘，嗯，啊，这个这么漂亮，有男朋友吗？嗯，哎呦，我都结婚了。哦，有老公。嗯，啊，那个小男孩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嗯，他是那个国际野人大赛一等奖。野人大赛？嗯，吃自行车大赛的冠军。嚯，哦！跟河马打架，他是金牌得主。要不我先走。哎。人啊，这看出来人就刺刺这儿，知道吗？多新鲜呢！这个一回来，脑子想到这儿了，我得走。啊，嘣嘣嘣，敲门。好，开门。谁呀？嗯，我。嗯，国际野人大赛一等奖，先到腕，骑自行车的冠军。嗯，跟河马打架金牌得主回来了。于老都傻了。那是。屎又下来了。哎呀，我。说那么脏废话，哎，怎么办怎么办，嗯，哎呦，这我也不知道，没想到你这开门他会误会的哈，嗯，那你说你干嘛来的，嗯，我就说我拉稀来的呀，啊，嗨，他不会信的呀，嗯，那怎么办，哎啊，正好年底了，哦，就说我找了一擦玻璃的，哦，好不好，嗯，就这么说啊，啊，找一小天乐了，嗯，擦玻璃的行行，当年我爸爸就是给人擦玻璃，嗨，别提这个了，开门了，这大个儿打外边低着头进来了，啊，这门2米5，大个儿低头进来了，好家伙，他得3米来的，啊，嗯，这是个什么？废话，人不认识啊？那个我那个粘下来，不是咱家这玻璃飘窗，我找一擦玻璃的啊，哦，嗯，擦吧，可不擦吗？女的进去端出来了4盆水，嚯，嗯，凉的、热的、温的，啊，20块抹布都准备好了，你瞧，嗯，擦吧。嗯，于老师一想，那就擦呗，是吧？人都准备好了啊，踩着凳子啊，擦。嗯，大个儿高兴。是啊，好。哦，这是个干活的材料。这你怎么瞧出来的？嗯，把凳子给我搬过来啊，我坐这看看。哎，你也没事儿干了，就爱看他擦玻璃。嗯，擦吧。上午9点擦到晚上10点半。这屎拉的贵了。嗯。屋里屋外是玻璃全擦了啊。嗯，干干净净的。呵。哎，大个儿到最后看腻了啊，人进屋睡觉了。哦，于老师下来啊，嗯，再见。哎，这可不是再见吗？赶紧回家吧。到家，嫂子还不干呢。怎么？你干嘛去了？啊，你走一天呢？嗯，哎，我这出去啊，嗯，我也是没想到这，嗯，这擦玻璃的是哪儿来的？哎，我们家也一擦玻璃的。嫂子说：“这不年轻了吗？找一擦玻璃的啊。”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吧。给人轰走了，嗯，打这儿起于老师，嗯，不敢离开家了，那是我得防着点啊，嗯，但是特别同情擦玻璃的，
只要是窗户外边谁叫擦玻璃，于老师站那看，看看眼泪都能下来。那是，想的太多。那是不是我？不是，别往自个儿身上想。太难过了啊！后来买一望远镜，没事站着就看，看擦玻璃的，看看哪有擦玻璃的，哪那么些擦玻璃的？那是啊，到后来没有擦玻璃的，那也爱看。看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这个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对面的卧室。你瞧我们爷儿俩这经历多相似啊！嗯，有时候吃完中午饭，嗯，嫂子出去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哦，拿过望远镜来，站在窗户这儿。哎，这你等会儿，我看热了是怎么着？看熟人啊！哟，谁呀？熟人啊？正对过那卧室是德云社说相声的高峰他们家的卧室，啊，对我们住邻居。哎，一男一女床上睡觉，嚯，咔